离开了李晨后，张馨予才活成了自己。网友感谢李晨不娶之恩。现在许多明星都纷纷复工了，但是有一个明星却依然享受着假期。不要他无戏可拍，而是他现在正在享受生活。这个人就是张馨予。张馨予最近一段时间经常会出现在大众面前，基本上每天都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做美食的照片，难怪他称自己已经胖到了120斤。虽然如今的张馨予看起来非常的幸福，但是当初张馨予的路却是非常的艰难。张馨予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归宿，可惜的是迎来的却是对他更大的打击。两人分手之后，张馨予遭受到了各种打压，差点让他退出了娱乐圈。在和何洁结婚之后，张馨予基本上就淡出了娱乐圈，虽然偶尔也会拍戏，但是却没有了以往那个争名夺利的心。在离开了李晨之后，张馨予才活成了真正的自己。就好像有些网友所说，感谢李晨的不娶之恩，